电影就是一扇窗，就是它让你看到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所处的此刻当下你看不到的世界。能够有一个文化电影院，它只是去确保了我们可以在一个电影院的空间看到不同的电影，它是这个场域当中的这一刻，我们大家是共感的，在这里才会有的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看不一样的电影，它其实很重要。那日本时代啊，其实我们讲说后期的台湾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繁荣哦，那比较没有所谓的战争的部分，那所以那时候呢，其实大家会对这娱乐的部分会比较重视哦，所以当时啊，我们花莲这边就有三个比较大间的戏院哦，那就是竹子馆哦，还有道树馆，还有太阳馆哦，那太阳馆后来改名叫什么花莲座哦，那这一间呢就是在我们后方哦，那个阿斯玛饭店的部分哦，过去它就叫道柱馆哦。那另外呢，在中山路这边呢，过去还有一个哦，竹子桥通这边呢，有一个叫竹子馆哦。花莲最早在日治时期哈、哦，在现在的中正路，以前是三商百货对面哈、哦，有一叫做竹子馆。啊、但是呢到日治末期一场火灾把它烧掉、哦、就没有再重建了、哦、再来讲到就是说道柱馆很特别哦，你要进去、哦、到二楼要脱鞋子，因为那个走道都是榻榻米的、哎啊、光复以后改成中华戏院、啊、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哦、好像是在民国48年还是40几年啊，一场大火灾，那一片区块都烧掉了，啊，停顿很久，啊，后来盖现在的阿斯玛大饭店。我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饭店了，那时候跟天祥戏院的连结度没有那么深。那我来了之后，其实我在这边附近走啊晃，我会发现就是很多附近的人，他就会告诉我说这里以前是电影院。然后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做在这里，把这个感觉把它融进去饭店里面，所以我其实才慢慢的把这些想法跟 idea 跟概念去拉进来，而且电影院跟饭店其实有一个非常共通的东西，就是他们就是提供娱乐，然后有一个场所，有一个空间让大家欢聚，所以才把它结合在一起。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才花了一些时间去考究说，哦，以前天祥戏院是怎么样？那天祥戏院的前身就是道柱馆。其实反而我们到后面的时候，觉得一开始在找的时候，道柱馆的资料非常的详细很多，可是天祥戏院相对少很多。对，我们只知道说电影院，然后大家都在脑里面，都在嘴巴里面说，哦，电影院。可是你说叫他拿出图，没有，然后。以前长什么样子，好像在这里吧，好像在那里吧，我们只知道是天祥戏院，可是每一个人脑里面的天祥戏院是不太一样的。记得我在天祥戏院上班的时候，主要是因为以前爸爸在那边上班，在那边电影当技师长，在放映电影啊，我是利用寒暑假然后赚一点外快在那边打工，哦，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啦，因为我爸爸跟那个他的徒弟啊，然后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室，就是上面放映间的一角，这边的他们一些徒弟的合影啊，这个都是他们的徒弟。啊，这个底下是我们戏院底下专门在手绘人工画图的广告的，哎，这些师傅啊，哎，在放映电影的时候。一般我们是在三楼那个放映室，那个空间非常狭小，而且两部放映机非常热，因为是烧碳棒的关系，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冷气机啊，我们只能打着赤膊穿着短裤，就是在那边操作，放映电影的时候要全神贯注，就怕影片出问题，或者是突然断片，或者是碳棒已经燃烧结束了，整个电影院会暗掉没有光线，所以没办法往外跑，只能走在旁边，
因为翻译室里头有两部机器，所以我们都是轮流，一部交卷大概20分钟到半个钟头，啊，我们就两位轮流看守着。一般的电影大概6卷到7卷，如果是长片大片的话，有一次到15卷、20卷，所以那个翻译时间一次要2-3个钟头，那非常长，哎，那我们在上面上班就更辛苦。那个时候国产片比较多，那个时候一般的二秦二林啊、林青霞啦、林凤娇啊、秦汉啊、秦香莲，还有邓光荣，那几部片子我们都有放映过，一天看5场，很过瘾的。这是中美以前中美戏院的外观呐、啊，啊、哦，中美戏院的外观的、啊、这样的戏院的外观。因为那时候日本片很流行，它是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明治天王》，哦，就所以《明治天王》我就画那个照片，就放大画这个画出来以后，后来花莲那个石雕记的时候，也有把它拍出来。从37年之后，那是来跟父母来台湾啊来玩的。结果38年就不能回去了，啊，然后就来这里就当童工啦、放牛啦、做卖小生意啦，这样没有读继续升学就对了，只有国小毕业了。后来在办理受封的时候呢，就是碰到一位那个中美戏院画画的老师的那个母亲，啊，母亲呢，她说我儿子在中美戏院画画。哎，你喜欢画画吗？我说可以啊，我就写。后来我就到中美戏院去画画了，在中美戏院因为生意很好，哦，然后那时候中华路的哈只有一家中美戏院，还其他戏院很多了，还5-6间呢，哦，所以中美戏院生意最好。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哦画了大概有10几年了哈，10几年扛棒。退伍后来老板又叫我说。再回来花莲，回花莲来就没有画画了，就老板叫我去管理豪华戏院，然后后来又国生戏院的租来，哦，还要变成之后我管2家戏院，这样当护理，哦，第一家是我们中美戏院了，生意最好，啊，然后就是那个天祥戏院，天祥戏院，然后又国生戏院，还有天山戏院，哦，然后也有后来有豪华戏院，在五六家戏院也有演，也有美琪县，美琪县就是花莲以前花莲戏院，哦，啊，各家的生意哦都不一样，做的影片都不一样，有的西化的，有的那是那个，国产的，哦，国产的就是我像我们后来我们中美戏院也演邵氏公司啦，邵氏公司那也是。很多呢，国产片很有名的哈，因为我老板的弟弟在台北住，专门去排片，所以很多那个影片呢，台北还没有演的时候，外国进来马上到我们的花莲，不简单的，这个不简单。我其实没有做太多花莲电影院历史的爬书，那当时其实是因为要在花莲办女性影展。那我们就知道在当时花莲主要的一轮戏院，首轮戏院就是秀泰，所以我自己会希望电影能够在一个电影院放映，回到它应该要被观看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是用投影机的方式，所以当时就在寻找花莲的戏院。那商业戏院当然他们有一个盈利的考量，所以其实在整个收费上相当的昂贵，那能够提供的这个资源其实也有限，所以当时就在想花莲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另类的一个电影院。那当时有想过豪华，但是豪华非常的大，就是这个如果要办活动或者是要做它空间的重新整理，应该是有相当的难度，因为经费其实应该是所费不赀。所以当时有在花莲的朋友就提到国生戏院，
那我们就联系了当时国生戏院的副老板，那也想要知道国生这样的一个比较中型的空间是不是有可能去做一个找一些公部门的资源重新把国生戏院整理起来。那国生也是很多在花莲，就是比方现在东华大学的老师们，他们当年在东华念研究所的时候，大家要看艺术电影就会跑去国生看。那等到自己在待了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两三年，开始看到了我可以结合或者是找到的一起推动这件事的朋友的时候，有再联系傅老板，那傅老板就说他戏院卖掉了。我觉得一来当然就是成为一个电影文化在商业主流之外的另外一个窗口，那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大概都会希望，但很多人都会说电影就是一扇窗，就是它让你看到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所处的此刻当下你看不到的世界。努力的推动在花莲的影像文化，其实是我一直念之在兹的一件事情。那真的非常谢谢文化局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用心，让这个计划搭上了这个地方影音体验及聚落发展计划文化部计划的最后一年，然后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已经跟很多在举办这个影像活动的单位还有朋友讲好了，以后来花莲就在这里。我觉得影视基地这件事情，首先就是有关于电影。那电影是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中大概都会有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透过电影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其实可以带领的每一个人看到不同的世界。那这个世界里头有世界呈现给你的，也有你自己的心情的投射，然后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的铁道电影院其实就是希望让因为现在的电影的市场的关系，那大家在商业上或者是透过电脑里头的手机里头的影片，你能够看到的东西会其实是有局限性的。那我们其实是有策略性的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元的视角，让各种不同的影片让大家有机会欣赏到。那我们在铁道馆成立了条件设备这么好的电影院，然后我们的选片也融入了大家参与选片的一个机制，那希望在现有的县内的商业电影院的资源之外，那我们公部门的电影院能够提供大家更多的选择，然后扩大大家对于影视欣赏的一个机会跟可能性。那这也是一种小小的文化平权的一种实践的方法。我们都被商业电影占据非常非常久，尤其花莲那个绝对是那个主流再主流的这个戏才能够在花莲上映，当然会有一些例外，但是例外非常的少。那除非是片商很用心的去做一些特别在花莲的安排，不然如果以戏院商自己来看的话，他一定是挑最有可能赚钱的影片。对，所以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文化电影院，它只是去确保了我们可以在一个电影院的空间看到不同的电影。因为现在很多的 OTT 其实在家电脑打开也是可以看，但我觉得电影最珍贵的就是当大家一起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共振效应。有时候有一种美好的地方就在于旁边的人状态，它是另外一种众生相。对，那所以我觉得一起看电影，比方有一些电影可能它本来不是笑点，可是某一个人笑了，然后大家就会一起笑，或者是说看恐怖片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可能某一个人突然惊声一叫，然后大家就会反而觉得有趣。就我觉得那个是电影文本所没有提供的，它是这个场域当中的这一刻我们大家是共感的，在这里才会有的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看不一样的电影，它其实很重要。很多的来宾，就是不管是导演或者老师，都很惊喜于花莲的观众问的问题。对，那这个我会觉得这么高品质的观众更值得一个好的场域，让他们可以好好的看电影。那第二块的话，在制作的部分，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将花莲独特性
透过影像的方法，因为这个时代透过影像去传达事情，大概是每一个人最熟悉跟最擅长或者是最普遍运用的一个媒介。那透过这些影像的制作，让花莲的文化局每一年做的事情里头，我们不希望做的是一种宣导影片，而是一个细腻的陪伴跟一种记录的方式。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手法，让大家看到就是花莲文化局的各项业务里头，如何跟这块土地的人跟这块土地的事情，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做很根本的一个改变，或者是很特殊的从自己的角度去开创未来的过程。好，那这是在制作中心我们希望传达起来的。那在协拍的部分呢，那也希望花莲作为一个好山好水好人情的一个地方，那你有各方面的条件可以在相关的影视创作过程当中扮演角色，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拍中心的资源或协助，让这样子的作品，让参与制作的所有创作者能够用很舒适的方法在花莲进行他想要的创作。那希望在这种软硬体上面的协助门槛降到最低，让大家更能够投注在创作的本身，然后那花莲的风土人情能够参与在所有创作里头出现，对我们来讲都是地方的一个与有荣焉的荣耀。花莲短片创作奖希望做到的事情是，其实有很多影视音的技术面，在很多创作者来说大家都可以上手。创作上面其实在乎的是一种脚本跟观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创作可以走得长久的一个基础，那这个需要实务上面的磨练。那我们的短片奖然后希望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舞台，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设定，所以我们在相关的评审作业、评审委员的邀请跟整个过程，包括颁奖典礼的过程，其实都希望参与的人，包括这些各个领域学有专精或非常有经验的实务工作者担任委员，那他不是只有单纯的打分数评审，能够跟所有的创作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互动去讨论。那因为所有的影视音的创作它都有一个漫长的养成的过程，那大家在这块土地上面，而且是为了这个土地或者是以这个土地出发点去做的创作，那有一个共同的聚焦，那在这个聚焦的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些资深的人大家一起，或者是创作者之间彼此的切磋讨论，我觉得在对于创作的提升各个面向的更深刻的去探讨，那这是我们觉得能够持续的举办这种创作的竞赛跟创作的分享很重要的初衷。